好像是不了了之的，也是。我觉得啊，阿门。我们全家看目前底下有没有什么动静呢？我啊，完全没有动静，跟当初所说的一模一样。我就是一张桌子啊，什么你都不能做，没有，我都在一楼教书啊。一楼教的不是他这个一楼，本来不是他用的，他就没有用。他都没来啊，都没有来啊，没有来。现在就是他如果我发现两边没搞得清楚，你听，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那个意愿。的什么祷告？我就感觉像。Amen。Amen。因为我现在阶段性的要慢慢的装修，所以你这个目的很重要。妈妈在祷告，等等再讲。你要阿门。阿门。自己做事。